新型冠状病毒会人感染人，且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。本集将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吃才好。一，不要食用已经患病的动物及其制品，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冰鲜禽肉。食用禽肉、蛋奶时要充分煮熟。二，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分开。处理生食和熟食之间要洗手。三，即使在发生疫情的地区，如果肉食在食品制备过程中予以彻底烹饪和妥善处理，也可安全食用。虽然病毒来势汹汹，但只要科学预防，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